Hey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今日经过精挑细选之后，我为大家收罗到三款比 MicroBit 更加高性价比的 STEM 产品。我哋不如从台上面最左手边的 Raspberry Pi Pico 讲起啊。Raspberry Pi 基金会在2021年1月正式推出他们第一块 MCU 晶片 RP2040。相比主打的 Raspberry Pi 电脑，光然更加亲民啦。讲到性能 ，Raspberry Pi Pico 来自 264KB 的 RAM、26个 GPIO 同埋 Dual Core 高达 133MHz 的微处理器，确实有佢嘅过人之处噶。咁正嘅版当然支持大把编程语言啦。如果你即系用 Python 嘅话，可以用 Phony。如果你一直用过 Arduino IDE 嘅话，而家都支持噶啦。如果你真系懒得打曲嘅话，我极力推介你用 PythonMate 呢个网站，好方便噶。好啦，接下来同大家介绍嘅系两款用咗 IoT 嘅大脑级晶片嘅产品。呢块劲似 MicroBit 嘅产品，相信各位喺呢条片嘅封面啊都见过啦。佢就系 MatrixBit， 拎块 MicroBit 过嚟比较一下，最明显嘅分别就系多咗个 screen， 解像度肯定高过 MicroBit E25 嘅 LED。反转到后面，布局都系差唔多，加上 ESP32 本身配备蓝牙同 WiFi 嘅功能。所以透過 MatrixBit 去實現全部 IoT 嘅 project 根本上係零難度啊！啱啱講過佢有幾次 MicroBit， 就係想同仲用緊 MicroBit 嘅朋友講一個好消息，因為佢係完全兼容啊，俾 MicroBit 用到嘅擴展版，所以唔使特登使太多錢就用得到噶啦。除了刚刚提过的编程语言，我觉得 DF Robot 研发的 Mind Plus 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最后当然要介绍一块 Lorin D32 扩展版。我揀这块板一定有它的独特之处，就是上面这几排排针专利设计比初学者更加快捷的薄线，直接省它了用面包板的整抽线，跟 RoboBit 的概念差不多。但是我有点失望的是，它的电池插头是不用 MicroBit 的 3V 的，而是用锂电池的 3.7V。 不过相对 MatrixBit， 这一块 D32 充分发挥了 ESP32 的功能，适合要求高的 project。 今天影片就来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件产品最合你心水呢？记得在下面留言讲下你的想法，还有一键三连。我们下次见， Peace。